生了咁多事，林鄭月娥匿埋喺個深淵裏面，一係就立帳本咁樣，同埋啲司局長出嚟見人。由送中條例推出以嚟，令到香港已經翻唔到轉頭，佢就係兇手，佢就係煽動咁多人上街嘅源頭。到今日，佢憑乜嘢嚟呢度講施政報告啊？佢憑乜嘢再管治香港啊？大家睇下今日《明報》或者報章上面嘅一個民調，超過七成人叫佢下台，接近七成人話警隊啊係要大幅度重組，呢個唔係一個重大嘅市民嘅意願係乜嘢啊？但係林鄭唔當市民嘅訴求，傻嘅，佢自己嘅主觀意願最重要，仲要有一班建制派做幫兇。今日我哋用投影器就將市民嘅訴求投射喺佢身上、佢塊面上，同埋喺立法會嗰度，我哋就要話俾全世界人知道，香港人五大訴求向一為我。另外，我哋手上亦都有呢個 speaker， 我俾大家再聽一聽，究竟係咩聲音？快停咪，你啱啱開咪。呢啲聲音咧，就係過去四個月嚟市民在街頭因為反送中所面對著的困難，所面對著的痛苦。這個痛苦我們只在這個 speaker 上播出來是不足夠的，因為有很多的痛苦不止今天要面對，不止過跟著那一星期要面對，他們很可能跟著年年月月都要繼續面對。這些聲音我就是特地，我們全部民主派議員就要帶給林鄭聽，讓她聽得到、看得到，她雙手染曬血的了。她憑什麼再做特首啊？她憑什麼再暗啊？我希望大家要明白，我們今天做的事，雖然我即大家都看得到不是我們平時做開的，但我們真的真心真意希望林鄭月娥你收手吧，你收工啦！呢個係我哋市民嘅意願，佢亦都冇管治嘅能力。施政報告講咗當做咗，大家喺網上邊睇。同埋我亦都要講一樣嘢，梁君彥都做咗三年主席噶啦。頭先兩次嘅足，第一次就壓後，第二次再壓後，跟住就已經完咗個會。其實根本亦都再反映一次，林鄭唔敢，不單止唔敢面對市民，連面對議員去讀埋佢份施政報告，佢都不知所措，冇辦法。佢真係完全不適合再做特首，我覺得亦都無需要咧喺度即係苟延殘喘。希望佢咧可以俾香港有一個唞氣嘅機會，有一個喘息嘅機會，有一個重新起步嘅機會。不是將問題掃落地氈底，亦都不是將指出問題的人處理，而是將令到帶起問題的人，好像林鄭月娥這個人，是好好地應該處置她，不應該再留她在我們的特區政府裏面做特首。胡椒噴霧，其實這個正好也都是代表了個社會不能夠接受政府管治的時候，政府只是想我用鎮壓的手段，他沒有決心用政治的手段去解決問題，縱容警隊，縱容行政會議，縱容是這個問責的官員不負責任，不斷地可以助紂為虐。
好，五大訴求，缺一不